好，嗨，欢迎来到海豹日常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在户外了。各位看一下哦，后面是什么？今天呢是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一个嘉年华哦，难得可以看到。是 IDF 战机在性能展示。等一下呢，我会拍给大家看。然后看到我后面，全部都是飞机，还有 C-13 洞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一一介绍。那今天呢，来这边活动开始呢是9点，那他7点半的时候会有5个接驳站从那边上车。那这个接驳站呢，我个人呢是在这一次的中央公园接驳站，我等了2个小时才上车。所以各位未来也要参加这种活动，我觉得应该要提早哦，你不会排队排这么久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到第一场呢是 IDF 舞台冲场。现在声音太大了，我就直接拍给各位看吧。我已经绕了差不多一大圈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台后面的是航道侦察机哦 ，BH-1900， 它是侦察我们的航道所有的仪器系统，确认呢是否有无异常哦，还有 ILS 这些仪器的一个确认哦，这就是侦察机的一个工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些地面的展示，我们也可以看。好，刚刚呢，我们大概逛了一半哦，这大概有一半呢都是战斗机，有幻象2000啊，或是 F-16， 还有 IDF。那旁边呢还会搭配了一个飞的教官，可以在旁边做一个讲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后面，没有，后面呢全部都是大飞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往大飞机前进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台。后面这台呢是 P3C 猎户座遣返巡逻机，担任海上一些巡逻的工作。OK， 这边的飞机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，因为它比较大台，因为战斗机我跟你讲速度真的很快，它到遥控飞机的时间真的是超级难飞。下一台呢是我最期待的 C-13 洞。那接下来往后看，这是 C-13 洞。它整个呢是非常的大台，然后呢具有4发的螺旋桨，那个人在模拟器上飞起来，它整个感觉其实蛮钝的，但是我觉得反应呢也没有战斗机这么快，但是飞起来呢到遥控模型上面是非一个舒适，非一个象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C-13洞的前方看一下它的真面目。好，现在各位看到我后面的这台呢是 12K 空中预警机，它的工作呢就在做空中预警指挥。个人觉得其实运输机飞起来好像比较好玩哦，它不会像战斗机一样需要速度，然后速度又快。那接下来它这边呢，旁边你们看到所有的红色帐篷，它都有卖吃的。我们来到帐篷区看看它卖些什么东西。
好，各位，现在时间呢大概是中午12点。那它上半场上午的部分呢，整个展演已经结束了。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它整个场地呢还蛮大的。我也是第一次进入到空军基地，然后呢刚刚还有特技官飞 IDF 跟幻象2000，还有F-16 的一个性能展示，我感觉他们真的是非常厉害。飞机这么快的东西，他们飞得这么的低，我觉得大概5-60公尺而已。他今天呢，整个是震撼到我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来开箱一个，如果空军基地做一个嘉年华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个人觉得还蛮新奇的。有空呢，你如果有开放哦，各位可以来看看一下。我个人觉得它整体来说呢，还不错。好，那今天的旁边呢搭配清泉岗机场，所以呢因为时不时的看到客机起飞，所以喜欢飞机喜欢战斗机的人绝对不能错过这个空军的嘉年华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按赞分享，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海豹电影，我是海豹，海豹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